我们再等多大概5分钟啦，OK，我们再等多大概5分钟，就是看其他人进来了没有。OK，所以我看24个人，所以我觉得可以大概开始啊。OK，
所以感谢大家今天可以出席今天的网课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会补回去啦，就是那一个 Form 5 Chapter 10，就是那一个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咯。哦，其实这一个章节嘞，就没有什么很多东西可以讲啦，因为一般上都是会 more 读 common sense 那一种。OK，只是有几个重点，你们可能需要知道咯。呀，因为毕竟这个如果讲出在考试里面的话呢，它会是 more 读 common sense 跟 opinion based 的问题来的。OK，哦，当然等一下我就是会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其他州属的 trial 他们是出到怎样啦。OK，哦，所以其实我就是会 based on 就是在上一次在你们 WhatsApp 里面啊发的那一个链接啊，里面就是会有其他州属的那一个 trial 嘛，哦，不是所有的州属，可是就是会有几个那一种啦，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看一下。OK，哦，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啦啊。OK，所以这一个前面的话呢，10.1，它主要就是会介绍有关于那一个 threats to the environment 啊，所以主要的就是空气污染啊，或者是环境污染啊等等之类。呀，好，当然在这里的话呢，如果我们要 defin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的话，sustain 的话呢，其实就是持久的意思啦，大概是持久的意思这样。呀，我们要怎样去保持哈、啊、维护我们的那一个环境 sustain 呀？所以在这里的话呢，a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that remains the same without any reduction or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所以呢，这个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的话，如果你要确保到这一个 environment 都可以达到 sustain 的等级的话呢，就是 means that 你的环境的状态是不可以改变，呀 哦，然后呢，它的 natural resources 也不能减少，减少的话呢，我们就在再补回去那一种，呀，所以其实这一个部分呢，讲是很容易啦，可是真正做起来是很难的，呀，好，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接下来这一个 sustainability 的话，其实它就是可以 ensure demands of current needs 哦。Okay, are met without affecting the needs of future generation. 哦，其实我们地球上的哦，很多人都是在努力的在进行着这一个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啦。虽然不完整，可是好过没有。好过没有咯。OK，所以 strategies 的话呢，strategies 的话，其实就是有 recycle。OK，but then 这一个 recycle 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在学校里面，你会比较熟悉啦呀，只是这个 recycle 的这一个 bin 哦，每一个国家呢，他们颜色可能有稍微不同，呀，有稍微不同，有些啦啊，OK，哦，只是呢，一般上常见的话，就比方说你讲蓝色就是纸张，褐色就是玻璃 ，orange 就是那个 plastic metals 啊。呀，这个就是 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 呀 ，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然后等一下给我放大一下。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一个 threats 哦，前面它主要的就是讲解这一个章节的 definition 嘛。然后如果你讲 threats 的话呢，我们有很多啦，呀，很多啦。所以其实，在你们初中里面，多少你们也是有学过，甚至是小学也是学过。OK，所以比方说 climate change 它会 leads to global warming 啊等等啊，呀，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有 greenhouse effect，OK，然后只是这个 greenhouse effect 的话呢，这个就只是稍微给你们知道一下啦，呀，哦，就稍微给你们知道一下，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呢，它就是会有辐射，OK，只是其实考试的时候啊，它应该是不会问到那么详细啊。呀 考试应该是不会问到那么详细，它主要应该都是 opinion based 的。OK，所以其实太阳它就是辐射嘛，太阳的光线啊是辐射啊，所以当然它就是会有带它就是会有热能的。OK，只是呢我们地球哦，其实就是会有一层的臭氧层。OK，臭氧层呀，
哦，然后呢，当然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个那一个什么greenhouse gases。所以其实 greenhouse 这一个东西呢，它并不是坏的，greenhouse 并不是坏的。OK，greenhouse 呢，主要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地球保暖呀，保温这样啦，类似好像保温这样咯。如果人类一直不断的焚烧垃圾，OK，造成一大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话，OK，毕竟这一个 greenhouse gases 呢，它里面是有二氧化碳的，OK，有二氧化碳，还有其他气体啦，OK 啊。所以，如果你讲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越高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你的 greenhouse gases 越来越多。如果越来越多的话呢，就是 means 你的保温就越来越强，所以它就会导致那个太阳的热能就不能散发出去。OK，因为太阳辐射嘛，它射就是它带入到我们地球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产生出热能的。所以，当然我们地球它就是会有一层的 greenhouse。温室气体啦，来帮我们地球保温哦，就避免那些热能会散发出去。它就是至少 trap 这一些热能。可是，一旦你的二氧化碳太多的话呢，你的保温的效果就更强。更强的话呢，就是它就 trap 这越多的热能哦，所以导致你的地球，我们地球全球的温度就是会越来越高啊，就是类似这样。好，所以其实这里的话呢，在你们课本里面，它多少也是有提到一些些啦，多少也是会有一提到一些些啊，所以其实这一些热能是来自于太阳的那一个辐射啦，所以当然在这里的话呢，刚才我也是有提到嘛，greenhouse gases 它其实不只是只有二氧化碳这一个气体吧，它还有其他气体的。诶，它还有其他气体的，只不过呢，一般上我们提到的都是二氧化碳啊，哦，它的量是会比较多啊。OK，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刚才有跟你们讲哦，它其实是来自于太阳的辐射，所以 some of the light is reflected back into the space in the form of infrared. Okay, when heat energy is released, most of the energy will be absorbed by the greenhouse gases.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会 trap 着一些的。那一个 energy，这一个就是它会变成热能啊，所以它 trap 越多的话呢，我们地球的温度就是会越来越高，它会越来越高。OK，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你如果有 greenhouse gases 的话，它就是会 preventing 那个 infrared rays from being reflected back into space 啊。OK，它当然不是完全 trap 着，它会有一部分跑掉。OK。一部分 reflect 出去，可是呢，它就是至少可以 trap 这大部分的热能来保温我们地球咯，对啊，所以我们地球就可以适合让各种各样的生物居住在里面啊，就是类似这样，所以这个就是 greenhouse effect 啊，所以呢，这个 greenhouse effect 的话，就是不要以为它是坏的，其实它也是有自己的好处，OK，只是就是看情况而已。看情况而已啊，这一个就是 greenhouse effect，然后只是呢，后面的这一个的话，后面这一个的话呢，其实是 extra 了，OK，所以其实如果你讲你有上到高三，你有拿化学的话呢，其实这一个是它的 mechanism 啊，这是它的 chemistry 啊，这个是 chemistry 啊，这个是 mechanism 啊，这是什么来的呢？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讲那一个臭氧。臭氧它是怎样被破坏？臭氧其实是怎样被破坏哦？OK，所以呢，这一个如果你讲臭氧它怎样被破坏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会去看CFC 这一个 chemicals。CFC，chlorofluorocarbon。只是这一个 CFC 这一个 chemical 呢，以前呢、啊。以前呢，这个 CFC 它其实是来自于那一些 aerosol，比如讲杀虫剂啊那些啊，他们其实是比较喜欢用 CFC 的。我们讲制冷剂啊，给它让它冷哦。或者是冰箱啊、aircon 啊，他们有些都是会用 CFC，只不过现在是没有了
哦，他们是没有用 CFC 这一个了，他们是用另外一个代替品来代替 CFC。OK，只不过如果你讲以前，如果我们 run 滥用，诶，滥用就是一直用这一个 CFC 的话哦，它就是会导致你的臭氧破洞。对啊，臭氧破洞。所以呢，这一个 mechanism 呢，其实就是告诉你我们臭氧是怎样破洞的。OK，只不过这一个呢，我就不深入啊，这个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吧。OK，就给你们看哦。啊呀，所以这一个呢，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哦，这一个 CFC。OK，所以呢，它就是会产生出 free radicals 自由基，给 Cl，你看到哦，一般上 free radicals 我们是会用这一个 symbol 来表示，就是说有一个这个黑色点。OK，它可以是 any radicals，but then 如果你要讲 free radicals 的话呢，哦，它一个那一个 element 旁边它就是会画这个黑色的圈圈了。OK，这是 free radicals 哦。所以这个 free radicals 呢，它就是会 combine 跟那一个 O3 啊，它会 combine 跟 O3。你看到这些 radicals combine 跟 O3 哦，所以它就会把它分裂变成 oxygen 去啊。OK，oxygen 是不会随随便便变成 O3 的呀。所以一旦它分裂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一个 chemical reaction 哦，它是不可逆哦呀，它是不可逆哦。它变成 O2，它就不会变回 O3 啊，所以就是 means that 就是你的那一个什么，你的那一个臭氧就是会破洞，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只是给你一个大概，为什么臭氧会破洞而已。OK，就只是一个大概吧。只是如果你讲比较详细深入的话呢，可能你们是要上到高三，你才会比较清楚一点啊。OK，只是一般上你们的 chemical reaction 哦，它就是会有这一些 mechanism 啊。我们学的呢是最 final 的 reaction 啊，哦，最基本的了。所以其实当中它有发生什么东西啊，还是什么啊？啊，其实我们是没有学到那么详细的。一般上都是上到高三或者是大学啊，你才会真正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其实我们上的都是已经是简化，一句话说。OK，所以这个就只是给你们知道而已啦，呀，不需要去背哦，啊，extra 是不需要背的。OK，哦，所以如果你要详细深入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啦。OK，所以这里的话呢，同样啦，就是那一个 greenhouse effect，所以刚才就是有跟你们讲咯，如果你讲这一个 CO2 它越多的话呢。啊，越多的话呢，它就是会 trap 更多的 heat energy，所以它就会导致 increasing in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所以这一个 effect 我们是叫做 greenhouse effect，啊，就这样，OK 啊，这个就是叫做 greenhouse effect，OK 啊，这里，好，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是 proceed 啦。OK，只是呢，greenhouse effect 这一个东西哦，其实我们人类呢，我们也是会利用这一个 greenhouse effect 的这一个概念来制造出，来运用在我们的 technology 那一边。OK，就比方说温室哦，呀，温室哦就是用来种植植物啦，给、okay? 种植植物啦。所以呢，这一个温室呢，哦，呀，这一个温室呢，就比方说这一个就给你们看一下。给它的那一个 structure，它的那个里面的的那个建筑的部分，哦，他们是怎样做出来的？OK，所以就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这一个greenhouse 的这个 building 哦，所以以前呢，他们是用玻璃的。OK，以前的 greenhouse 的这一个 building 哦，呀，他们是用玻璃，可是现在呢，他们是用 plastic，呀。他们是用 plastic 咯，OK，E 就是轻，然后又省 cost，呀，玻璃的话比较重啊，OK，哦，又 fragile 啊等等之类，OK，所以其实 effect 是一样。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它里面呢，它就是会供给植物所需要的一切啦，哦，就比方说 ventilation，呀，哦，ventilation 它可以透风，有 air movement 等等之类，呀，有 fan，然后 automated irrigation system。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人工去浇水哦，
对啊，它是全部都是自动的，OK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植物活到那么好，活得这样幸福啊，在里面，哦，它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东西，它全部都给到完，OK，然后这一个 greenhouse 呢，它不只是可以建在地面上，它也可以建在地下了，呀，它可以坐在地下，OK，因为其实你，太阳光呢。我们可以用 LED 的灯来代替，呀，我们可以用 LED 的灯来代替，啊，所以呢，其实你这一个 greenhouse 的这一个整个 building 哦，它是 not necessary 必须要建在地上啊，不是，它可以地下，呀，哦，然后其实这一个 greenhouse 的这一个 technology 哦，它主要的呢，就是因为比如说有些的植物，呀，有些植物。它只适合居住在比如讲 Malaysia，给、okay? 可是如果我讲我要把这个植物种在南极跟北极的话呢，OK，只是南极跟北极它一整年都是冬天哦，呀、yeah，我要怎样让它存活下去呢？所以其实人类他们就用这个 greenhouse technology 来种植这一些的植物哦，啊，所以呢，在你的这个 bio exploration 那一边的话呢，它也是。多多少少也有提到啦，讲 is implemented in countries with temperate climate to protect crops from during winter，讲 to protect crops during winter 咯，啊，所以呢，它其实就是利用这一个 greenhouse technology 来种植你想要的植物咯，讲它就直接无视你的 country 的 climate 啦。呀，因为在这一个 technology 里面呢，它就是供给植物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OK，所以我才来讲这些植物是很幸福啊，比人类还要幸福。呀，只是这一个 building 里面哦，其实你不要看它有这一些风扇啊，然后又透风啊，其实里面是蛮热一下，哦，蛮热一下，哦，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一个。科技咯，呀，这是一个科技哦，啊，所以呢，它就是利用这些玻璃哦，现在是用plastic 啦，来 trap 着那些 heat 啊，我们讲，来 trap 着那些太阳光，sorry，呀，trap 着那些太阳光哦，OK，来 trap 着那些太阳光，啊，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科技啦，sorry。哦，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哦，当然，你们作业部那边好像是有一题 essay 是专门 tackle 这一个部分的啊，你们的作业部里面是有一题 essay 是这一个的啊，所以我们去年的大考其实是出过这个 trial。好，所以如果这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一个 greenhouse effect 的 factors 啊，factors causing greenhouse effect，然后当然这一些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啊 ，burning, deforestation, animal farming, agriculture activities, usage of cooling substances 这一些啦，都是可以导致 greenhouse effect。可是，一般上我们都是会主要都是讲 burning 啊，燃烧啊，因为 carbon dioxide 是最多，呀 yeah。哦，所以比方说，它会导致 El Nino、La Nina，呀，El Nino 旱灾，哦，然后 La Nina，然后 Serious Flood 等等。OK，好，所以这一个都是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呀，所以当然这一个章节呢，它就是全部 tracks 都讲完了，呀，所以我才来讲咯，其实。你读的时候呢，你就是会很懵逼啊！我到底要再读什么东西？因为它很多都是 common sense，所以呢，其实在这里的话呢，没有办法啦，我们也是要提过一下啦。呀 yeah，所以这里的话呢，deforestation 这个我也是不讲那么多了。呀、yeah，哦，砍伐那些森林啊，哦，所以这个 deforestation 的话，当然它就是会导致这一些严重的后果咯。哦，当然。为什么会导致？为什么会有 deforestation 这一个 activity 会出现呢？呀，主要的就是因为 profits 啊，我只能这样讲，profits 赚钱呀。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全部东西呢，都是会 involve 到 profits 的。哦，当然就是也有对我们人类的的环境的 development 环境的发展等等之类，所以才会有这一个 deforestation 的 activities 呀。哦，只是呢，如果你讲滥用这一个 activities 的话啦，当然它就是会导致一些些不同的 negative impacts 发生哦。哦，比方说土崩，对呀，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对呀，然后还有 flash floods、climate change、loss of biodiversity、disruptions of nitrogen cycle、water cycle and 跟 carbon cycle 这些 cycle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学过，呀，碳循环、呀，氮循环等等之类，所以它都会影响，呀，loss of water catchment areas，呀，因为如果你讲 deforestation 进行的话。它就直接破坏掉一个 ecosystem，它会破坏一个 ecosystem，所以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一棵树其实就是一个 ecosystem 啊，它里面就是会有 ecosystem 在里面的。你砍一棵树的话呢，你就是破坏一个 ecosystem，所以 deforestation 它不只是砍一棵哦，它会 clear 哦，所以其实就是会造成这一些 impacts 啊。它就是会造成这些 impacts 哦，这个是肯定好的。OK，只是这里的话呢，它就是会提到 soil erosion soil erosion，所以呢，跟甚至是 floods 等等之类。所以这里的话呢，如果你讲你砍伐了树木过后，你看下这一个图片，砍伐了这一个树木过后呢，一旦它下雨，因为没有东西 trap 着这些雨水。没有东西 trap 着这一些雨水，因为毕竟如果你有树的话呢，它也有根部，OK，它会抓紧那些泥土，然后呢，它也是会避免这一些雨水到处乱跑呀，哦，到处乱跑啊等等之类。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雨水一降下的话哦，OK，leaching in soil happens，OK，leaching in soil，然后呢，过后呢，它就是会导致土崩。Erosion by water，因为这些雨水会把这些土壤冲下去，OK，它会把那些土壤冲下去哦，然后呢，过后就是 bowling of soil，OK，它就会导致你的河流啊，还是湖啊，它底部的那一些底部的那个地表啊地面哦，它就是会变得越来越高，会变得越来越高，因为 bowling of soil 那个土壤哦，一直一直堆积在那一个河流底部哦，越来越高了。然后旧的水它不会无端端不见掉了嘛，然后可是你又一直持续下雨哦，所以它又填满那一个湖水跟河水，所以就会导致水灾哦。它就会导致水灾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会有 old water level 嘛，本来就是很低吧，它的水面是很低吧。OK，可是又下雨哦，还有填满哈，就 extra 的 water 进去里面了，所以呢，那个水位越来越高哦，所以它就会有 floods 啊，soil erosion 就是因为没有那些树顶着哈，所以雨水还一直把那个泥土冲下去嘛，所以呢，就是会导致土崩，就是这样，所以它就是会有这一些后果了。给、okay, 就是会有这些后果啊，当然这一些是 loss of biodiversity 啦，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哦。它 global changes、illegal hunting、acid rain 其实都是会导致 loss of biodiversity 啊，所以谁导致的呢？其实一句话，人类哦，人类导致啊。OK，所以就是要有。countermeasure 跟 preventive measure 来避免这一些东西一直持续发生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其实就是你可以 expect 到，就是如果你讲他考题他出的时候，他会问到你他会有什么东西会影响他会导致什么 negative impacts 多多少少你要知道会有这一些啦，global change、illegal hunting，然后 acid rain。然后，当然你也要知道有什么 countermeasure 咯，这一些其实都是 model，
common sense 啊，常识的题目啦，跟 opinion base。OK，哦，只是在这整个这个章节里面哦，唯一需要你们去背的东西，唯一比较重要的啦，就是需要你们去背的，OK，需要真正去读的，就是这一个 eutrophication，OK，eutrophication，、okay? 这个呢，其实在我们以前的 syllabus 哦，它是蛮出名一下，蛮 popular 一下，这一个。就是 eutrophication 呀、yeah，eutrophication。所以这个 eutrophication 呢，我已经是在这一个图片给你们看了。哦，如果你讲你去观望一下那些河流啊、湖水啊，你看到整个湖面哦，或者是河面的绿色的话，这个就是 eutrophication。哦，诶，上面其实都是 algae 啊，诶，绿色呀。Yeah。 它其实是环境污染而导致。OK，虽然是 natural，可是它确实是因为我们人类或者是环境污染，它导致这一些湖面它就是长满这些青色的生物。呀、yeah，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会怎样啦。所以 effects 它就是会 algae blooms, death of aquatic life, deterioration of water quality。呀，它就是会导致这些东西发生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所以什么东西会导致 eutrophication 呢？呀，所以在前面呢，我就是有提到 eutrophication，它就是一个 process，okay，that occurs when the water ecosystem becomes rich with nutrients。哎，就是说突然间你的河流跟湖里面。它突然间一大堆养分在里面，呀，一大堆的 nutrient 在里面，所以什么东西导致呢？所以比方说 terrace houses，OK、okay、啊，就是我们人类哦，随便丢垃圾 ，detergent residues、phosphate 等等，OK 哦，或者是 flat buildings untreated sewage，什么意思呢？就是排水啊，indoor water 啊，你一提到 sewage 的话呢，你就要想到 indoor water。哦，就帮我们抽我们的粪池啊那些啦。哦，所以如果你讲它乱乱这样排放出去，哦，所以你都知道我们的粪便里面有一大堆的 ammonia 了吗？ammonia 是什么？nitrogen 的 resource 啊，nitrogen 的 sources 啊。所以 nitrogen sources 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养分来的。呀，它就是一个养分。如果 untreated 的话呢，啊，这些湖面就会完蛋了。OK，所以 sewage treatment plant，OK，、okay? 所以那些 indoor water 啊，跟工厂啊，他们也是要 seek 走一下啦，啊，也要 seek 走咯，不要乱把这些不要的东西排到去河流那一边啊，啊，所以这一些如果你讲这一些不负责任的工厂啊，还是什么，他把这一些不要的东西排放去河流的话呢，它也会导致 eutrophication 的。呀，它也会导致，OK 哦。然后如果你讲 farm 呀，就是农作物 agriculture，他们也是会哦，呀也是会哦。如果你放了一大堆的肥料在里面的话，肥料哦，呀 fertilizer。然后当然你放了肥料，我们也会浇水嘛。你浇水了过后，那个水会流去哪里呢？它会流去你的土壤里面，然后过后呢，in the end，它会慢慢流去河流。呀，它会流去河流，所以 in the end 也是会造成 eutrophication。呀，哦，就是累积哦。OK，good shelter, animal waste，哦，动物的大小便也是一样，它会流去河流啊。In the end，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呀，construction site，OK，mining、okay? activities 这一些等等，全部都会导致 eutrophication 发生。就是说会弄到你的河流啊，还是湖啊，突然间包满这一些 nutrients sources 在里面啊，所以如果你讲你的这些河流跟湖面，它有一大堆的养分在里面的话呢，它当然就是会招蜂引蝶哦，它就是会引来一大堆的生物跑过来啊，呀，所以会引什么生物跑过来呢？所以 before 我们进入之前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提到 BOD 这个东西啊，BOD，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啊，所以这一个呢，其实你们可以 highlight 起来啊，这个字其实蛮重要一下，OK，蛮重要。然后当然我也相信，之前我在那一个讨论那一个 paper three 的那个网课哦，我其实多多少少也有跟你们提到有关于 BOD 这一个东西啊，BOD，所以 BOD 呢，它指的就是 total amount of oxygen needed by microorganism to decompose organic materials in water。所以 means that 就是如果你讲在你的水里面，你的 BOD 是很高的话，BOD 是很高的话，就是 means that 你的 water 是非常的 low quality。BOD 越高的话呢，就是 means that 它用掉更多的 oxygen。它用掉更多的 oxygen，所以它用掉更多的 oxygen 的话呢，就是 means that 你的水里面有一大堆的微生物在里面因为这些微生物它们是需要到进行呼吸作用嘛，respiration 嘛，所以它有 respiration，它就会用到 oxygen 哦。所以如果你讲一个水，一个 water sources，它的 BOD 很高的话，就是 means that 它用了很多 oxygen，用了很多 oxygen 的话呢，我们可以猜它里面就会有很多个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看不到了，所以这一个就是它的概念跟它的意思所以这一个就是 BOD 哦，所以如果你讲 BOD 很低的话呢，就 means that 它的 quality 是很好了，它 unpolluted, 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is high 等等之类。所以这一个你们要知道，high BOD means that 就是你的 water source 是 low quality 的，low means that good quality。OK 吗？这里，好，这里可以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的时间其实还有剩下大概少过2分钟，少过2分钟。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可能需要断开这个 meeting，再开过，不然的话会断开不然会突然间断线所以你们再进来多一次啊，所以我先 end 掉这个 meeting，再进来多一次。